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清谈国学歌风雅的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柔而能刚的济南名士李清照。中国传统文化对男女德性从哲理高度来表述的，莫如《易传》。易传言，男子的最高德性是刚强而能谦让，女子的最高德性是温柔而能持正，而女德的本质是非常柔顺而言行刚直不怯，意态十分安静而表现方正不阿。古今女子能充分表现柔而能刚的女德的，要数宋朝李清照了。李清照出生于仕宦家庭，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，精通经史，擅长诗文，母亲也是通文墨的大家闺秀。李清照受家学熏陶，博古通今，精通音律，工于诗词，善于书画，成为一代大学问家。宋词方面，李清照的成就得到历代学者的一致肯定，是婉约词派的大家，与李煜齐名，有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之誉。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活泼开朗，陶醉于游野，寄情于山水。18岁嫁给太学生赵明诚，二人夫唱妇随，琴瑟和谐。但由于丈夫在外任官，聚少离多，李清照书写独守空房的寂寞与对丈夫的思念，成为了婚后作品的主调，这表现了李清照至柔的一面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在婚后近30年的时间里，夫妻二人志趣相投。李清照参与了赵明诚学术著作《金石录》的校刊、鉴定、整理、编订的工作，最后也负责出版了赵明诚的这部遗作。水香消，人悄悄，楼上朝来寒了悄，春生难捕，水微波，雪满东山，风微扫，万丈未去。
寻一曲更凭栏，人已不如山色好。公元1126年，金兵南侵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俘，史称靖康之难。国难当头，李清照遭遇了人生一重大打击，兵荒马乱，夫妻二人被迫逃亡。1129年，南宋高宗建炎三年，赵明诚时任江陵知府，因兵变而独自弃城逃跑，失职被罢。李清照为此感到十分羞愧，对丈夫十分失望。二人途经乌江时，李清照为此赋诗一首：生当为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赵明诚听后感到十分惭愧。同年，赵明诚再被启用为湖州太守，在赴任的途中患上了疟疾。李清照收到丈夫来信，心急如焚，日夜兼程300里前往探望丈夫。但最后赵明诚不治身亡，李清照遭遇了人生最大打击，痛不欲生，大病一场。消人去玉楼空，长断与谁同倚，一枝折得人间天上，没个人堪寄。不久金兵又大举南侵，李清照带着仅余的少量文物再度逃亡，无依无靠，孤苦凄凉。在此无助时期，李清照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姻，之后发现受骗而离婚，并状告丈夫贪赃枉法，这也反映了李清照刚的一面。李清照晚年因长期淤积的人生愁苦，在《声声慢》一词中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。
李清照从幸福的早年到坎坷的中年，再到凄惨的晚年，无不与时局相关。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复，体现了家与国的密切关系。李清照的品德与性情，无愧于成为女性的重要典范。小声锁窗，梧桐阴寒夜来霜，旧阑更喜断茶苦，梦断片一蕊脑香，秋意起喧哗。